小王子与他的老母，好仿嗰啲法国嗰啲镇仔。有多作者首歌啊？呢度咧系真系真真正正嘅嗰啲火车路嚟嘅。大哥啊！春川炒鸡，嗯，好爽。喂，就拉面岛呢度出名咩？出名鞍香树，然之后好多松树诶。沙拉嘿，沙拉嘿，沙拉嘿。欢迎收睇《静静日记》。哎呀，吓死我！大家好啊，我是静静啊，冇错啦，而家我就嚟到韩国嘅呢个小王子村。咁啊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系，即系嚟韩国咧，好多人都系因为受到呢个韩国嘅呢个影视圈嘅影响，所以想嚟韩国聊一聊嘅。咁之就系咧，呢啲景点咧系离开首尔有一段嘅车程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又唔想快啲门票啊，或者嗰啲交通问题咧，我觉得跟 tour 系几唔错嘅选择嚟。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跟住一个 SM tour 啦。所以我哋今日嘅行程就会先嚟呢个小王子村啦，然之后间我哋就会去光春铁路咧踩一个单车，喺铁路上踩单车，跟住仲要去，仲会去冬季恋歌嘅南怡岛啦。咁呢个 SM tour 咧，佢就会包大巴啦，载你去唔同嘅景点，然之后仲有包晒所有嘅入门费，仲有包个午餐春川炒鸡，喺嗰度好出名嘅一个炒鸡嘅午餐啦。跟住仲有导游咧喺车上帮你做一个简单嘅讲解，所以我都系。有幾抵又幾方便，尤其是如果你帶屋企人嚟嘅話，我認識小王子村咧係因為首先係因為 Running Man 先嘅，跟住就因為係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係啊，來自星星的你，阿全思賢咧就喺呢度中間呢度咧飛起嚟，你冇拉住我喎，啊飛啊飛啊，先咧你係屬於天上嘅，飛啊，大展宏圖，好一飛沖天，靜靜嘅機飛啊！哇！粗身大細好亂嚟，仙女下凡，係冇咁高啊！長之前嘅眉毛，咩啊？你講到反，講到反，我聽唔到。我冇長之前嘅身形，但係我有長之前嘅眉毛。哇！咁樣講，講下笑啦。好認真咩？喺呢度嘅主角嘅其實先係呢個 Black 嘅特色咧，就係好 Q 多唔同國家語言嘅愛嚟。小王子與他的老母，周圍充滿著色彩繽紛嘅童話氣息，好仿嗰啲法國嗰啲鎮仔。你呢個係嗰個小王子館啊？我呢個係小王子作者館，哦，爽啊！耶，飛上宇宙啦！有多作者首歌啊？好，走吧。好靚嘅啫。版本嘅《小王子》嘅書啊，冇睇過嚟影相啊！嚟《小王子》係因為嗰啲韓國嘅韓劇啦，同埋綜藝節目，所以先嚟，而唔係因為認識《小王子》，包括呢條番薯。小王子係邊個嚟嘅 ？OK。小王子是小王子咯，粉腸。佢做咩嘅啫？我喺唔知賣咩噶，賣咩？賣咩嘢？我唔記得。你諗下。賣鞋。賣鞋噶，哦。賣番薯噶。然之後。唔知啊，我喺拎拎嗰度睇到。十點都會有表演。我哋又跟住 S A 嘅 tour 嚟到呢个光春铁路啊！你睇唔睇呢度似咩啊？系咪似一本一本一本嘅书啊？冇错啦！呢个铁路嘅名咧就叫做金裕真火车站。金裕真呢个名其实是一个人嚟嘅，佢系喺呢个春川嘅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嚟嘅。所以呢度嘅市政府咧冇佢名嚟命名呢个火车站。我哋一阵就会坐嗰啲踩单车，然之后行嗰啲铁路啊嘛。所以其實以前呢度咧係真係真真正正嘅嗰啲火車路嚟嘅，後屘又有新嘅鐵路起啦，所以個火車站嚟噶啦，所以係啦，係真係火車站嚟嘅。呢度嘅市政府咧就將佢變成一個旅遊景點咯，就好醒啦。後屘就好多地方都抄嘅，好多鐵路玩咗。然之後我知道呢度咧都係因為 Running Man， 佢哋之前有一集咧係嚟呢度，然之後做任務嘅，好搞啊，搞到我想搞嘅。期待啊！期待啊 ！Let's go！ 都有分二人車同埋四人車。Let's go， yeah！ 點啊，爽唔爽啊？爽，都唔夠長嘅個腳。Bye。Yeah！
嘛。哦，好冻啊呢风，好冷啊，冬天冇嚟啊真系。好冻啊！哇，面都僵晒啊！喂，有条桥啊！呢个桥好诶，我觉得我哥嚟咁前。行前啦，行前啦，行啦。感谢你啦。有多纸毛睇啊？入隧道啦！叫叫叫叫！冻咩？冻又好爽。第四个系咪？唔知喎。好 hot 喎，前面呢个隧道好 hot 嘅隧道。大哥啊！到到中站。爽又冻啊！食咩啊？食春川炒鸡凤柳。凤柳。S A， 好香啊！不如就静静日记之静静厨房之食你唔食？炒嘅。哇哇哇！黐到黐到我睇到我。唔该。在那个台车上。哎，呢个唔系光啊！咁我一齐炒喎，几有几有姿势啊！开关啊！好生火。得啦啊！喂，温柔啊！啥也不念那个，到了了。呢个代表马来西亚。好啦，我哋到咗第三个景点，叫做拉米岛。呢度出名咩？出名恩亨树。而家我哋喺恩亨路，冬季恋歌。呢个叫做食过番寻味嘅糖饼。好啦。好靓啊！呢度橙色嘅，算唔算？敲起门，依然间有个精灵咁样行出嚟，点算？哇！Hello， anybody home？ 得得得，哎，唔好嘈啦，听日瞓紧觉啦。哦 ，sorry。你要变声变得好。哇！好假呢个句，系真真嘅。呢个风景真系好靓，好红。红到好假嘅，好似嗰啲我哋喺吉隆坡睇到嗰啲假嘅嗰啲假树啊，嗰啲枫树假噶，嗰啲以为就觉得佢哋好假咯，嗰啲红。点不知原来去仿真系有咁红噶，然之后好多松树诶，嗰啲松树大大只，好爽啊！大大只耳仔嚟嗰啲松树，系咯，应该系听咗我召唤，公主通常会召唤松树雀仔啊，系咯。如果你冇咁多时间喺韩国啊，但系又想去几笪地方嘅话咧。我覺得參加 SS Tour 是挺不錯的，這個 Tour 了。其實你不一定要選擇三隻，你要選兩隻，就是侵咯，哦，可以選的。靜靜日記，你硬點啊你？嗱，呢個好靚嘅，好靚嘅。好靓嘅你，几靓？嗱，你几靓？啊，靓到！真系嘅，唔系讲笑。真系嘅，真系靓。我哋又靓。嗱，你瞓啦嗱。瞓咩啊？你系咪真好靓？哇，好靓啊，好易哦。记得 like and follow 我的 fans page， 同埋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！仲要记得揿铃铃，咁你就可以睇到我哋第一手嘅影片咯。多谢多谢 ，Dreamer 加石。